你好，今天是5月16日，我们来到唐总这个莲雾基地，它是去年使用了那个大力丸，那我们今天来回访一下，看问一下它的效果怎么样，使用效果。唐总你好，我们这个是去年11月份下的大力丸，一颗下的几粒啊？15年的树龄，是在20颗左右。20颗左右、哎，那我们今年的花感觉怎么样？这个你这个可以看得到的，你看，啊，爆花。今年使用了那个大力丸，花开的很多，特别多。还有一个是叶片，新梢叶片很绿，很浓绿，是吧？那你感觉效果怎么样？这个可以给这个种莲雾的朋友强力推荐这个大力丸，用的效果省时省工，而且效果又好。那你我们下茶准备什么时候再用？下茶我是要做那个缓季节的，可能是在7月1号左右，打算再用第二遍。那谢谢谭总了。